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咯，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风卫视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方法也很简单，只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这个我就说这个有点像雨洁的东西，可是我又不太敢确定说这真的你会带红宝出门吗？其实也是送给妈妈的。我跟我这个人很奇怪，我只要去，比方说我去拍戏，比方说我在内地拍戏两三个月，我会很想家，我会很想我的妈，我想我的狗，所以我每次回去呢，我就会觉得很想要送她一个礼物。毕竟就是工作了半天赚的钱，所以那个时候是我去，好像是去银川拍戏，那时候我拍了三个月，拍得很辛苦，想说赚了钱回来就看到我妈，看到两只狗就很开心，就想说要带他们去逛街，让我妈去挑一个就是首饰她喜欢的。然后那个时候是她挑到这个，这也是好像这个是在十多年前，没有很贵，10000左右。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蛮漂亮，也是就是带颜色，对，我妈很喜欢带有颜色，对不对？对，但是它带一点桃红色的感觉，而且它蛮美，它不是绕一圈满满的。我刚才想说哪里不对称，它像一个 C 一样，对，对不对？哎，还蛮特别，小小的一个戒台。所以妈妈就是喜欢多彩。对，他喜欢有一些很多颜色来去搭配它，所以我刚刚买这个是逻辑是对的，对，逻辑只是因为红绿灯这件事情他比较 care 一点，逻辑是对的。那你刚刚也讲，因为其实说实在的，你出道时间算很早，很小就出道了，然后又这样要到内地拍戏啦，那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拍戏有特别的一些遭遇？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有好多，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买这个是当时我拍戏，是我拍那个《天外传奇》遇到，就是因为那部电影遇到我三个我最喜欢的女演员，因为以前有一部电影叫什么，三个女英雄的，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三峡。对对对对，风尘三风尘三峡，对，就是我碰到，就是杨紫琼，对对对，这部电影是杨紫琼，然后跟她拍，我就觉得哦，碰到我的偶像。然后那个时候在敦煌拍戏，对，然后吃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那年有拍《英雄》，就是张曼玉，张曼玉跟他吃饭，我们就一起吃饭，我就觉得哇，又碰到张曼玉，对，所以我好喜欢。然后首映的时候在香港，然后又碰到梅艳芳，我觉得我人生满足了，我就碰到这三个我心目中就是我很喜欢的，就是女演员，对，超幸福，对。所以你看当演员有这个好处，对，然后又有一个明星妈妈更好。可是我们好奇，你没有当过家庭主妇，怎么演家庭主？那怎么办啊？怎么做功课？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我个人觉得像我跟我妈相处啊，我觉得我比较像妈妈，然后我有两只狗，我常常很像就跟他们讲话，我觉得我有一个妈妈的心态，反而你在管妈妈。对，我就想说孩子就像我在管我妈，我很爱她，可是她怎么常常都说你要什么就去关心我，可能角度有的时候，对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看电影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去揣摩那个主角的心情，所以我很容易就是有一点幻想症吗？是这样子吗？就是我就进入我是那个世界，就觉得我会怎么样呈现。对对，所以你看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不知道说他看宝物的眼光怎么样，前面都还行哦，目前看起来。不，他很有概念的哈。这个红宝石虽然不大，对，不过颜色还算是可以的。哦，不过那个时候，而且他说他也才买一万多块钱而已。那时候一万多块的什么时代啊？什么时代？他也没多。没多大，我觉得像这样的珠宝会卖一万多块的，这时间很远呢。对，蛮久了，蛮久的，蛮久的。对，他二十几啊，嗯，对，真的哈，从小出道二十年，两岁开始，差不多。哇，是真好，你讲什么价钱我都接受，就是为这句话来的，对对对，其他都不重要，是，真的啦。我们来看看这次有没有赌对，好不好？好，来红宝戒指，请。等一下，怎么了？啊，这个哈，我觉得它要翻身了啦。有两颗红宝，一颗呢是莫桑比克的，一颗是缅甸的，都是没有烧过的。对，它的价格呢，像这一颗是莫桑比克没有烧的八克拉，240万人民币。然后这一颗呢，5.45，缅甸的，也是没有烧，多少呢？285万，但这个的颜色跟前面的颜色，你看看，一个是带橘色，对，一个是鸽血红，是，对，这两个不太一样，对。那我看你这个鸽
血红。红宝是鸽血红。赚了，谢谢谢谢大家。而且这颗是缅甸产的。我有听到这两个字，高兴。他已经瞬间进入父母模式了，他已经跳过家庭主妇了，不需要下台阶了，已经不接了，身边发了。他可能三年不接戏。对，跟经纪人说一下，我休息一下。啊，我要休息了。靠这个，靠这个缅甸鸽血红，对，好不好？鸽血红。好，老师又给我们信心了，来，请，请见价。四万八千元，有落差，但是赚钱，对，可以有赚钱，可是不是两百，因为人家克拉数，因为人家八克拉，你只有1.12克拉，对不对？哇，这个又到一克拉呀，1.12克拉，哎，不错哎，红宝石的比重比较大。还有比重有四，所以跟钻石的一克拉比起来，它显得大得多，小得多。对不起，小得多。然后呢，又加上哈，这个我们讲切割宝石，希望能够全内反射。那钻石它的这个就是全内反射，它可以切薄一点就全内反射。那红宝石必须要稍微厚一点，所以它面就会比较小一点。它有1.12克拉是确定可以的。那这样的红宝石，它是典型的鸽血红。但是呢，它是有加热处理的。那有加热处理，这几年有加热处理的红宝石啊，的确它的价格是没有跌，但是也是缓慢的这样子平平的，不像无加热处理的红宝石鸽血红，从以前一克拉3万块直接跳到10,000美元，这个卖10,000多块哈，实在太便宜。赚到，赚到，赚到，缅甸的呢，恭喜你，谢谢。所以你看，你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拍戏有孝心，现在都有回报。对，真的哎。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赚钱就是让妈妈开心，然后还可以赚钱，我觉得真的还不错。真的，所以那个时候早买哦，早投资，真的基本上会赚钱，就跟买名牌包一样。对，现在的名牌包，可怕，真的涨有够凶的。你看像 Chanel 好，每年都固定涨，对，对不对？今年一年就涨了。非常三次，这个我买的时候是200,000，现在已经270,000了，对不对？对，260,000才上赚。去年前面那些都可以推走了，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包包一直涨，所以我希望呢，我买的都是买对。我们来要看了才会知道到底要看好，对，因为像第一件这个看起来，这个真的是有年岁耶，你看它旁边就看起来是真的有来用的哦。这个是我所有包包里面我最爱的，因为这是我妈送我的，因为这个是她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她是邵氏出道嘛，她买好多小箱，那时候小箱很便宜，对，她买一堆，她说弄丢了一堆，但是有几颗，她很心痛。对啊，我说好可惜啦，那个时候的小箱，那时候钱很大，对对对，没错没错，对对对。可是那这个应该有40年了，然后她有两个包是留在台湾，在她妹妹那边，在我阿姨那边，所以那时候我们回台湾，我阿姨就说，那你们就是之前还有保留，所以这。40年了，有40年了，但是包括还算还行哎，如果都有背的话，我让安格斯来看一下。但它里面，因为那时候我妈送我的时候，里面有一点就是有点蜡，就怎么掉皮，对，所以有去送到法国去换过，对，换了很久吗？换了。寄过去多久才拿回来？大概两三年哦。你说多久哦？哦，好久了，来8年到1年才拿回来。那差不多。对，如果送回去原厂的话，大概要这么久？可是安格斯为什么？不是台湾也有一些也是会好像帮你什么清洁包包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修复啊？不敢，不行，不行，还是要送回原厂。因为如果你没有送回原厂换，如果你换了里面的皮，但下次如果你是金属细件坏了，对，或是螺丝掉了，你要再回原厂去换，怎么样？他就不收了。对，就是只要有在外面处理过的，他们基本上就不负责维修跟保养这一块，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送回去原厂，对，会比较好。对，那这一颗包基本上，我来看一下。好，乍看是很漂亮。乍看，对啦，我觉得观众朋友从镜头前面看也会觉得它包括还不错，因为有时候女生背着，很少人会这样子对去看细节，还拿放大镜的，对哎，所以有妈妈那个时候懂得买 Chanel 挺好。对，而且我超喜欢这个包包，是因为它整个都是这样子金，然后它这个还有今年不最近都是金球，它又开始出金球的系列，大家真的一直疯抢。金球就是复刻回来的，对。对，但是现在这几年 Vintage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红。对。那也因为早期的那个金属都是镀22K 金，所以会比较黄。那因为这一颗有换过内里，里面是真的非常漂亮。对。哎，你知道当初换内里要花多少钱？
也是好几万呢，两万左右，两万。两万，哎，那是没有想过说，哎，他如果说都已经这个年份了，可是会不会觉得花这个钱有点害怕？我有想过，因为但是都已经到那边，他也是很隔了一阵子才跟我说大概是这个价钱。那我觉得是因为是我妈给我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说，哎，他好像没有什么传家之宝，他开玩笑说，哎，这个40年也算是传家之宝，我就很认真把它当做传家之宝。我觉得是我妈留给我那种，而且是他那时候。青春年轻的时候，在收视女星拍戏，然后慰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意味，我觉得挺好的，很好。但妈妈那个时候如果怎么样？那时候的钱真的很大，那个时候的钱如果买别的东西，啊，买一块地，等值没错，什么信义区买一个房子，40年前的2万块非常非常的大。哦，哎，也对哈，也是哦，有时候这样想想也是，而且重点是。你说这个，他说乍看之下包矿不错，但是仔细看安格斯营，仔细看喽，到底是怎么样？就就，你现在是把我们，哎，这安格斯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真的吗？就这几年 Vintage 非常非常的红了，那因为这一颗又是荔枝皮纹的，所以其实荔枝皮大家相对喜欢，那个蓬度还是依然在，但是这个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它的双 C 扣是菱格纹的，是比较少看得到的。对，有点期望。对，这是你这样仔细讲，对，所以是比较相对比较特别的一种款式。他在安慰你，他在安慰你，好，帮你加分，紧张，对，你见个价就知道到底当初花钱哦，还等哦，花了很多时间等哦，去原厂修复内里，现在到底多少钱？来，请，请见价，5万块，啊，有没有开心？不知道这个价钱，现在很挣扎，肉，这个有赚啊，2万成本。再花这个2万多，我有赚1万，还赚了回忆，对吧？是。但是说到是传家宝，然后就5万就心情有点复杂。为什么就这样子？主要是因为这一颗包这边可能真的40几年了，它真的有一些这边已经有一点破皮了。对。对，有一点就是破损的部分，然后上面这里也有，可能你真的这没办法修了。对，但回忆就不需要修了。对，所以我很少带它。对，你就可以放着柜子里面，就是传家宝。那我问你，安格斯，如果他当初里面没有花那2万多块回去法国原厂，就这样破破烂烂的拿来建价的话，是多少？差不多应该也是5万块。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又有点伤人，对不起。因为老包。它就是一个 vintage 的老包，那它会红就是跟有价值，就因为它是 vintage。那你把里面原本的，它原本该属于它的，把它换掉了，对，原来是这样子，就是变半 ban 而已，没有全 ban 了，半 ban， 对，就是有差别在这里。我们花了时间，花了金钱的成本，想说会不会如果没换只有1万，这个答案我们还比较可以接受。对，一样，我整个心好凉哦，真的好冷哦，没有加分。对，好啦，那我跟你讲，没关系，雨姐，我们反正拍戏经常也是要带包包出去，你就带这个吧。好吧，我们下一个就不要带，上下个也不要带。就如果需要有一些要拍骑摩托车的戏，就放在机车前座。我也舍不得，还是我把里面翻出来比较轻一点，两翻过来倒过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它本来里面有雷标。但因为你换了雷标就不见了，反正就雷标是要卖出去，我也没有要卖。对，因为他没有要卖，这倒是。所以就留着，反正本来就传家宝。你刚刚为什么想要卖他的念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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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是为了自己，修是为了好用。不要说女明星的包包怎么一打开，有没有时候竟然要图及女明星，一打开里面烂掉，不行不行，这个是对，我就值得。为什么里面会这样？是因为台湾潮湿，台湾潮湿真的有差。所以特别容易。如果这个情况，这个包是40年的包，到国外去不会，基本上就不太会这样子。好了，厨师要过好，做好，好不好？我现在都有在厨师。但是你厨师很重要，你不可以放在盒子里面厨师哦。我放外面，对，要放外面，然后拉链把它打开。对，拉链打开，里面最好是放一些宣纸或是什么，因为有人会放在盒子里面，说我都有开厨师，但因为你盒子盖着就没有除到里面。我会放那个套一半，就一半出来，那 OK 可以，对，好不好？大家要小心，你看看这个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一些事实，好不好？有学到就好了。